阵脚稳定不了自己啊，一开始你的低音一样音准产生了很大的问题，也是低不下去。我在这角落，心里很多话想说。再来就是你到几个高音显现的有点单薄，最严重的错误是我们都已不存在，他有两次的机会要假音，可是你第一次就已经明显的在那个假音没有做到。爱不在，我们都已不存在彼此未来。当然后面还有更明显的，就是拍子跟音准就差在快结束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心里已经，那个是八分拍，每一拍很精准的让你唱到位，你居然还是音不准。可是心里已经太明白，所以今天你的状况就是一样紧张去不掉，但是音准是你今天最大的状况，每一个音每个字战战兢兢唱，想唱完，这是目的没错，可是里面整个都没有味道，然后又在小心翼翼的做的过程中你不慎滑倒，所以整个听起来在聆听的感觉上，你处理这首歌你好像来错了不同规格的比赛。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不可惜在哪里。第一个，当然我们都知道你是乔生，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台湾的流行音乐歌坛有许多的天王天后，其实也是乔生，不管他从哪来，你所有不应该卷舌的那个音你都是卷舌的，我全部圈起来，后来发现不用圈了，因为我发现那个地方你可能没有注意到，那今后也可能你需要有同学帮你提醒，比如说早自由彼此算什么，这些音其实都是不卷舌的，但是你所有的卷不卷舌的音其实唱的时候都是卷舌的。我们都已不存在彼此未来，那这个是会干扰聆听的时候的一个气氛，这是很技术上的问题，我觉得这是单点就可以解决的问题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其实你有三个地方
在唱第一个爱不在，还有第二个能够，接下来有心里已经太明白的已经，这些都有明显的走音，而且跟前后其实差距都蛮大的，那串起来就会影响到你整体的成绩。好，谢谢。